Jack B. 1 2 1 2，红豆生在那个南方，那个南方，春天发芽多少枝？一枝、两枝、三枝、四枝。愿你多采吉祥事，吉祥事。植物代表我想你啊，我想你。我认为红豆是思念的代表物哦。小美啊，看到这个红豆，还是隐藏不了我对你的思念之情呢、啊。Oh, no.